剧情中万叶挡住雷神那一刀非常帅，如何重现呢？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点，终归万劫的那一刀劈下来之前， BOSS 会吸空我们所有的能量，这是难点一。解决这个问题嘛，就需要用装备和圣遗物来调整了。飓风长江呢，在攻击造成暴击时，它是有100%的几率产生少量元素威力的，这样还能为全队提供能量回复。然后是万叶，这里我是主要给万叶来堆充能了，因为是要录制出那一刀的效果嘛，充能就尽量往高了抬。所以我是找了一些充能闪电堆到了大概300%左右，实战的话低一些，280%往上应该是可以的，大家自行尝试。进入实战时，他在放终归万劫一刀前会吸收掉我们所有能量，然后这时候又切削一几下铲球，然后迅速切出万叶，让万叶吃上这些球。哎，这时候大招就充满了，剩下就是凭感觉去把握卡无敌帧的那一刀了。掌握了这个方法以后，温蒂呀、公子呀这些大家都可以举一反三，自行去尝试了。最后就是这个屏障嘛，当然肯定是用雷元素觉得最好，其他角色也是可以打开这个屏障的，元素攻击4次就可以打开这个屏障了。